接下来啊，带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，然后这首歌曲是我们的自创曲，也是跟云林有关系的。然后它的歌名叫做《昏你熊睡》。等一下啊，在我喊 one two three 的时候，可以帮我喊一下《昏你熊睡》吗？大家要不要练习一下？我们练习一下。我们练习一下，毛毛练习一下。来，one two three， 昏你熊睡。 好，再见了。这个tempo，昏你熊睡，这样子。来，再来一个。点点位，好 ，one two three。哎，我不行啊，你刚好听到。来，换麦克风借给大家。对，来，我们毛毛 Q 台上，我Q台下。好，来，one two three，昏你熊睡。哎，他很好笑，毛毛，等一下，他说 Q 他 Q 他，结果我麦克风给他之后，他喊最大声。 好，再来，再一次，一二三，one two three，昏你熊睡，哎，自己掌声鼓励，怕爸爸姐来了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对，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昏你熊睡。OK， 来，我心爱，我念，勇敢激动，精彩，想要纪念，怕不够，我拿手举高，手举高，热情喷天醉，喜欢起舞，手举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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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¡Gracias!
谢谢，谢谢云音乐团，谢谢我们鼓手打到鼓棒都飞出来两次哦。第一北港元宵灯节，我们的开灯仪式晚会正式开始，掌声鼓励欢迎我们节目晚会主持人苏兰胖胖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晚安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各位贵宾以及给我们现场的乡亲，大家晚安。非常欢迎来到我们北港圆环严思琪纪念碑的广场，来欣赏我们今天就是在这边办灯会的一个开灯仪式。没错，今天胖胖很荣幸跟我们素兰一起来联袂主持今天的开灯仪式的晚会，同时感受到我们云林北港在地父老兄弟子啊，乡亲父老兄弟姊妹的热情哦，给自己点掌声鼓励一下吧，我下课了姐。不畏这个寒冷哦，嚯，大家都来到这里，嚯，这边风特别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在这边的乡亲们，我们后面有椅子，因为我们这边等一下要做表演，我们是不是？哦，对对对对。请我们的乡亲呢，我们后面有准备椅子哦，好不好？乡亲过来动一下，好不好？是的，是的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呢。活动区都是在这一区跟这一区哦，所以这边只要不是我们的表演者，那个乡亲哈，那不要那种异样，那在这下看哦，可能给这波做精彩的事情，是真水啊！是的，是的。那泡泡你知道吗？为了今天的灯会啊，我们云林县政府呢，真的是卯足了劲，是这边。已经不眠不休，已经好几天了。天哪，好敬佩！是的，那今天呢，这么辛苦的东西，就是我们云林县政府。那当然有很多贵宾呢，来到这边要参加我们的盛会。那我们就来一一介绍我们今天来的现场。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次序啦，好，就按照我们第一的。首先呢，我们今天有这个灯会呢，要非常感谢两位灯师啦。哦，就是我们灯师哎，对，有我们主灯跟我们副灯师的主灯的灯师啊。首先介绍的是呢，我们的花灯仪师，就是我们吴登熙老师。吴登熙老师在哪里？哦，敬佩敬佩，吴老师你好。吴老师啊，非常的孝顺，今天连妈妈都来了，妈妈来了，所以我们吴妈妈来了。妈妈你好，来妈妈，嘿，敬佩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婆先啊，谢谢。好。都是有的贵宾到达，我觉得我们的灯师非常的年轻呀，很棒，我吓一跳，我本以为是老 Coco 了 ，KK 嘞，哦，没有没有，而且他得奖无数 哦，太棒了。再来呢，我们另外一位灯师就是我们严三泰老师，严三泰老师你好，跟我们挥手一下好不好？掌声鼓励。我们副灯区啊，就是我们严三泰老师所负责的，敬佩敬佩。是的，再来我们要介绍我们前立委陈宪忠，陈立委，立委好，欢迎欢迎，立委谢谢，掌声鼓励，婆心婆心啊。哇，今天的来宾真的很多，我们要加紧速度啊！我们的新议员王铁道，王议员，欢迎议员，谢谢谢谢，有他在，跟他挥手了，谢谢议员。我们林内乡的乡长，这个你最熟的，我最熟了。来，欢迎我们的邱世文苦乡弟来到现场，苦乡弟好，现在乡长他们说就讲好讲明的，对不？是的，再来我们要继续欢迎我们的新议员林新丁林议员，议员好，欢迎欢迎。再来我们要欢迎是我们县长的顾问，就是我们前工处处长张聪明张顾问，顾问好，晚安，欢迎来到现场，请就坐，谢谢。再来这个人啊，在地的人一定要知道哦。好，不能不知道，好多，不能不知道的。最近啊，跟我们关心我们的邓姐，她已经来了 N 次了，是，就是我们在地的议员，我们蔡玉如蔡议员。议员好，欢迎欢迎，掌声华家华家，谢谢。再来要介绍我们罗对象的乡长李永茂李乡长，乡定贺乡定贺，谢谢谢谢。再来是我们苦乡代表会主席王子阳王代表主席，主席你好，祝乡亲贺，谢谢谢谢，欢迎。再来是我们湖尾镇镇长林文斌林镇长，定定贺，感谢定定，哇，谢谢谢谢，请你跟他挥手了。我们要欢迎我们斗南镇的镇长张胜雄张镇长，立定贺张镇长，谢谢谢谢，感谢。再来就要介绍我们的地主喽，哦，地主喽，是的，我们北港镇的镇长萧永义萧镇长，萧镇长镇长好，我们的主秘蔡宝仪
谢谢，晚安，谢谢。好，继续要介绍是我们云林县政府我们公测会的总干事陈友照，陈总干事。总干事你好，大家佛香佛香，谢谢。再来也是我们这一批的我们北港镇的镇民代表徐秀梅，徐代表。徐代表，谢谢谢谢。好的，继续呢来介绍我们一级主管咯，我们当场的一级主管。我们真的贵客好多好多。好，我们这次鼎力相助的文化处的处长李明月，李处长。处长好，谢谢，欢迎。这次文化处啊，帮助我们非常多的。谢谢。再来是我们消防局的局长杨玉林，杨局长。局长好，杨局长，起了个大挥挥手，谢谢。再来是我们企划处的处长陈东松，陈处长。陈处长好，谢谢，处长，谢谢，起立了，看到了。再来。因为我们的灯很亮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看过去，我都不知道谁是谁啊。没关系，我们第一点名，他们就站在那边挥手。但是我有看到一个人哦，我们的秘书长陈建良，陈秘书长。秘书长好，谢谢，谢谢您，秘书长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贵客如云哦，哈，我们一一唱名。哇，我们的副县长帅哥到啦！来，我们最帅的副县长。林彦泉，林副县长，副县长你好，掌声佛香佛香。好，为了这次灯会啊，我们南洋国小也是我们鼎力相助，所以我们校长也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我们欢迎我们南洋国小的校长黄金帝，黄校长。校长好，欢迎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校长。好，继续欢迎我们的贵宾是我们的谢议员谢翠莲，谢议员。议员好，谢议员，谢谢，谢谢。继续要介绍是二轮代表会的主席钟福柱，钟主席。钟主席，主席好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晚安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介绍贵宾第一阶段到此先告一段落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要特别预告我们现场的青少年朋友，大家最喜欢的偶像团体 Sigma， 周定伟、李杰宇，再加上林蔚哲，他们三位大帅哥，等一下在会后不但是压轴演唱，而且呢，今天全台湾他们只来这里哦。重点是，是的，是的，秀兰姐，他们会来帮大家签名呢。是的，没错，今天除了签唱片，还有签海报。海报哎，所以你会今天看到 Sigma？ 是的，是的，他们等一下就会来到现场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是在我们后面的节目，对不对 ？OK。那我们的节目呢，要继续的进行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看到我们的贵宾就是我们的议长苏金华，苏议长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。哇，谢谢，谢谢议长，晚安，谢谢，请就坐，请就坐。好的，那我们节目来继续好吗？好，进行。再来呢，各位可能常常会看到我们本土非常庙会呢，现在最夯的除了王彩华的 Bobby， 对不对？是。之前呢，就一定有会有一定要请到这种团体来为我们的活动呢做一个开场，是哪一个团体知道吗？素兰，你知道吗？是。这个哈、哦，我做了功课。是。我来到现场，我知道他们叫电音三太子。是的，没错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云林在地北港的这个三太子呢，他们有个全名叫做。打狗乱台湾太子的后援会，要带给大家更好听、更炫、更棒的电音三太子，打给婆家过年。来，现在为您热烈的掌声，掌声欢迎台湾太子后援会会长林武俊率领。来，各位媒体朋友，请注意拍摄这段漂亮、很精彩、绝对翻新的电音三太子哦！现场来宾掌声婆家。各位有没有看到三太子比平常活泼很多、啊？哦，现在进步到三太子都要像 nobody。哇！台下的朋友，掌声，掌声！独步全台湾，北港在地的第一三太子，打狗乱，我们台湾太子后援会，他们要即将参加全国大赛哦！记住他们得大奖。现在看到小朋友跟着我们这一代人跳舞了，加油加油！美女朋友再次捕捉我们现场的镜头。
是的，2011我们北港元宵当节开灯仪式晚会今天正式开始。小朋友给我们第一声是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掌声掌声，头发尖。掌声掌声，哇，好精彩，好棒，好炫哦，好棒的感觉，真的好棒。